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啊，今天来大河边钓鱼守巨物啊，这条大河水非常的深，里面也有很多大鱼，今天带了海杆过来，等一下啊我们下去找个位置然后就开钓。好，就在这个地方吧。海杆啊，玉米做肉饵，守巨物。手感5米4的，先调一下漂。现在天气有一些冷了，这里面的大板鲫还是蛮多的，8张4个手指的，3个手指的，非常的过瘾。先调漂看一下水有多深。现在水又突然涨了，先调大概现在有2米多这么深吧。涨得非常快啊，哇。不行，要换位置，这个地方会涨水的。现在水又下了，然后而且潮水走得特别的厉害。我们换到近一点的地方去。现在换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水比较平静一些。好，现在慢慢找底，这里水比较深，现在调了大概将近有4米了。好，上百条了。双飞先装在鱼腹里面，这种白条它也是非常的美味。上货上货，大板鲫啊。还不错啊。什么鱼来了？翘嘴呀！看一下，这翘嘴还可以啊。到底是不是翘嘴？应该是哦。
罗非一条，这里也涨水了，哎，奇了怪了，难怪我说我脚怎么这么冰凉，再涨就要收工了啊。好，不掉了，这个水涨得太猛了，怕等一下这个地方垮下去就完了。现在水位猛涨了，真的是担心这个地方会垮下去。我们看一下收获，今天没有上大货，大板鲫、白条、罗非、翘嘴，什么都有。等一下就捡这个罗非出来不放，还有这条大板鲫，其他的就把它放生了吧。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